实我在整理这个时候，在整理这些的时候是，得到很大的利益。如果没有这样整理啊，就你就不会一个一个小段一个小段，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去看。所以从前面，四祖妙严品，啊，净严品，一直到这个，那后面的虽然是没有这样像这样一一的讲，但是我相信每一位菩萨都可以，都可以这样子去做的。好，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信，名不坏信。那有一个有一些没有找到资料的，我没有找到资料，来不及找到资料，夜叉说法有没有？有没有菩萨们找到了资料？夜叉说法在经典，我没有把它列下来。那经典里边，那是经里边，他有讲到，他讲到就像是夜叉说法，那你也要把它当成是佛在说的一样。那详细的，因为这个礼拜为了要中秋节，那有很多的事情，然后很忙，又开学，然后还有一个是现老比丘像，现老比丘像这个的，因为我也是请教其他的我们学院的老师啊，他说会不会是那个什么，小沙弥很调皮去跟那个老比丘说他要证四果嘛，那小沙弥很顽皮，你坐在这里然后丢他一个，他证了初果，你到那边坐着再丢一个恶果，会不会是这个啦？那我，但是这是要找经典，我们只是用猜测的，猜测完以后就是要去找经典来印证，证明，这样会比较好啦，要不然等于就是变成自己说的，那自己说的这个力量是比较小。这边嘛，哈，这个上一次的这个夜叉说法，也像是什么，也一起佛想。那第二个是什么？现老比丘这个，然后第三个这个是，现淫女的，这个、是婆须弥女，入法界品里边的。他说的那个是菩萨善巧示现逆行秘密之事，因为我们在看很多的佛像，他也有现的是什么怒目金刚像的，不是每一尊佛都是很和蔼的。那在藏传佛教里边比较多这样，我们都把它称为逆行秘密之事，就是逆行菩萨，这样逆行菩萨也可以写一篇论文哦，哈，可以写成毕业论文啊。但是就是要找很多的资料，然后来证明他的那个是，所以当我们
被念的时候，被骂的时候，就把它当成什么？好，这是前面一个。如果把这个资料找齐了以后，再跟各位菩萨们报告。那第二个是一不坏性，生长善根，其实性是最重要的。然后性，所以在我们的在《华严经》里边，性为道源功德母。那如果是不信的话，什么都不用再说了。那这个就分成了三个大项来说。第一个是碟前信尽，就前面的讲信，说民种生善根。第二个是依此善根复增大心，以生善根，依着这个善根，然后增大心，这是更增，这个大心是更增加信心啊，以生善根。第三个是依此大心复增大心，那有这样的信心以后，这在行上面那更有立足点啊，所以会增大行以生善根。好，这三个，那我们现在看第一个，这第一项碟前信尽，民种生善根，分成三个。第一个碟前不坏性，前面我们前面这里啊有这个不坏性啊，民不坏性。说碟前这不坏性，别人说的这个碟就是重复啊，重复再述说一遍，那一而再再而说的，那可见得这个性是非常重要。他说碟前不坏性，说生长善根当中有三个。第一个碟前信尽，种民种生善根。第一个是碟前面不坏性，然后佛子菩萨摩诃萨如是安住不可坏性。第二个民对生善，说诸佛像民对生善，于中生闻等亦是生宝色，众生是前爱眼所观所立之境。那我们看这是什么？于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如来正教一切众生，他说众生是爱眼所观所立之境。第三个通劫前，劫前所信多尽，说如是无量尽，通劫前所信多尽，有比尽信不坏，所以众生得此无量善根。说如是等无量境界，众诸善根。我们在其实像信啊，要坚信不疑，那就是你确定对这一件事或对这个人或对这个法你确信不疑，那这要通过你自己很如实的去了解，那很坚定的去信。要不然我们之前那个儒家说的第一次去告诉谁，是告诉谁曾子是
去告诉他说他杀人了，他不信。第二次再去说，有一点怀疑。第三次再说，哎，他就哎就相信说他会杀人。那你看，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自己来衡量一下哈。那自己说的，啊，自己说的，还有自己的人跟你说的啊，有很多人都不信哦。那但是别人哈，你尤其是你，哎，跟你比较疏远的人在说的，啊，那就很多人都相信哦。自己的人反而是你会不相信啊。然后有时候我们在说，我们就说哦，金庙起心哈，自己的人哈，在说。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心理的那个哎活动，心理的那个表现哈。好，第二个是依此善根复增大心，要依信不坏信坚信哈，不坏信的这样的善根复增大心，以生善根。那在这不坏性上面又在增加在往上的这个善根，那是更是坚定。好，那这里第一个叠善根，前面说到的善根，第二个是生善根。好，第二分别下民依此善根复增大心，以增善根。先叠善根，说分别思维前所生善根，令心永锐，增大信喜。分别诸善根，长养菩提心。增大心是增长菩提心。在十回向品里边，它的回向，那回向不管是回向有三处嘛，哈，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不管是回向到什么地方，通通都是以什么？以善根回向啊，好，以善根回向，不是只有以善回向或者是以什么回向，所以我们要看说，你要把任何一件事情，或者是任何一件善事，让它坚固不变，那才能称为善根哦。所以这个，哎，这以善根回向，我们说的根深蒂固。那要根深蒂固的话，要有什么很庞大的那些那个力量，或还有庞大的什么？那个最根本的，像我们说树根，有最根本的这些来支撑，才能够成为一棵什么大树。所以他说善根，那用这个来回向。那上一次我们讲到，用少善根，怎么让它成为有广大的福报福德？那就是。那样子的做法，就是可以成就什么？成就善根，用那样的做法成就善根。那第二个是生善根，说复生善根，由分别前于三宝所生善根，令菩提心长养，由分别前于众生尽所生善根，修习大慈。由此恶心增广，依此复根诸善根。啊，更胜善根以后，这才能够叫做生善根。修习大慈所生善根。
我们先要对三宝有信心，不坏信，那才能成为长养菩提心。那长养菩提心以后，要对众生，所以第一个是上求，再来下化。对于这样的啊，这上求下化的这样种下来的，那才叫做善根，那是大慈。那慈是什么？娱乐拔苦，慈悲和好。第三个，依此大心，复增大行，以生善根。这就再往前面，这样的大心是什么？菩提心嘛，哈，长养菩提心啊，又增大行，以生善根，分成两个，成阿含行，名正理行。好，成阿含行是第一个，依前慈心起大悲观行；第二个，学佛所学；第三个，悲智恶行，摄生尽善根。好，阿含行是什么？上一次说到，请各位菩萨找找看，阿含行是什么？教理。好，我们看成阿含行，然后正理行嘛，那阿含行如果是在阶位上面来说呢，它是什么？在二祖智演的搜玄记，搜玄记的名称很长哦，我背不起来，我只背三个字搜玄记哦，那个什么太长了。有他的说法哈，他说阿含行成阿含行是指的是他是教道嘛，那后面是正哦，所以一个教一个正，他是说前面就是出地之前，那后面正理行就是出地之后，那阿含行是出地之前。如果用阶位来说的话，好，第一个依前慈心起大悲观行。前面的善根生大慈，大慈悲心，那依前面的慈心起大悲观行。好，说广修下，明依此大心，复增大行，以生善根。第一个成阿含行，先依前慈心起大悲等观行，广修大悲，平等观察。第二个，学佛所学。学佛所学是依善根心起佛所学行，依大慈大悲菩提心，然后去学佛所行。那学佛所学，随顺诸佛的经文。那第三个是悲智恶行，摄生尽善根。依此悲智恶行，摄生一切尽善根。摄取一切清净善根。那现在在佛法上面说到这个清净，净就是不能有杂染嘛，那不能有杂染，你要 做的时候是平等，要能够平等观。
我们之前有讲到，对于对我们有恩的，我们当然会对他很好；对于什么恶众生，哈、啊，冤亲债主，那我们通常会怎样？咬牙切齿。但是这两个哈、啊、都不能舍离，然后还要怎样？还要平等观察、啊、所以我都没做到。要平等去对待。讲到这个平等、啊、是真的是，尤其是真的对，我们说不要说冤亲债主了哈，你的提婆达多哈，他要成就你成佛的哈，啊，自己的提婆达多哦，真的是，你就会，那天天出现在你面前啊、哦，真是，对，那你就是哈、啊，天天要想着啊，他是我的提婆达多，我成佛要靠这个。第二个是明正理行，好，正理行要分成两个，一至正理，即功德，一至正理，那这个是至正理，这个是什么？自利嘛，哈，你正了，哎，一跟我们的智慧啊有关，那这是自利。那一悲会施就是利他，所以自利上面要积功德。那对于众生而言，啊，它是我们可以修行的对象。那这一悲会施啊，修功德，所以一个。正理行，一个是自力，自己当然要努力啊，哈，不能说，哎，我是都帮助别人，让别人成佛哈，但是自己也要有所成长哈。就是说，我们要学地藏王菩萨，所以，哎，他去成佛，我慢慢来，是没错啦。但是就是在这当中，我们也要跟得上。众生的脚步，要不然你怎么去怎么要怎么去，哎，会师要怎么去指导别人？依至正理，好，依至正理即功德，是正理行啊，深入实义即功德藏。第二个。依悲会施修功德，好，依悲会施修功德。说行大会施修诸功德等观三世。那这边又另外一个解释是，阿含行是加行中摄善根，加行中摄善根，加行位是什么？暖顶忍是第一，所以这样子，如果用结尾来看，这样也可以哈，也可以说得通了哈。第二个入实是正宗，入实是正宗，即功德，行大会师入实，前面有一个哈入实嘛。入实际是正德，要正德，所以是即功德。入实是正宗即功德。行大会师呢，正德了一切智以后，要什么？要，度众生。要度众生就是师嘛，所以行大会师，这个是厚德。厚德智修行的功德，这是他说厚德内修功德，
其实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自己获得的功德。那这样的功德会更宽广、更稳、更深。那入始，所以其实还是自己要怎么样？在我们在修任何的事情，修我们说十度，你在修十度的时候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要这样子去做。那这样子做的时候，底下的会那个会更稳固。那更稳固的话，上面说众生是最根本的，然后树干，然后到什么叶子，然后到开花结果，开花结果就是什么，哎，成佛嘛，长养菩提心，然后成佛。那最不能说把根去掉，然后就一个树干，然后它开花成佛，不可能。那广大的众生就是我们要度的。那通常我们是把广大的众生，哎，稍微分类一下。有时候就会说，哎，这是什么？是习性。因为我也常常被念啊，然后念的时候就，好吧。还好啊，我被念的时候，我有一个优点，然后被念的时候，我就点点麦恭维哈，然后他就说啊，好，好，然后就下次再被念的时候，你上次不是说好吗？但是人会有什么？哎，会有选择性的哎忘失啊。有时候是，我就把它当成我在看，在抽离那个，嘿，像被念的时候就抽离自己，把它当第三者，然后这样很看，哦，然后前面那个 keep 不然，然后就看啊，要不然要怎么样啊？好。底下是正变回向，正变回向它分为两个，分为两项来说。他说正回向中出回向菩提以及众生，第二个观无生性相，名实际回向。他说前中以出正以前善根回向。第二，菩萨善根回向以下，名以回向所生圣报，所生的这个圣报就是所生的功德，又回向。好，第一个是回向菩提以及众生，好，第二个才是回向实际。回向菩提以及众生，分成两个，以善正以前善根回向，第二个是依前回向所得圣报，复更回向。好，第一，前面以前善根回向又分成，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正回向，然后结成。正回向是回向一切智，总这是回向一切智是总标所求菩提。第二个是回向成因行，成为成佛的因，
啊，第一个说前中出正回向，后菩萨如是精勤下结成。说前中前面回向一切智，总标所求，这是总标，总标标什么所求的菩提有十句。好，菩萨摩诃萨如是等善根功德回向一切智，是第一个总标。回向成因行是分成两个，成行所依跟所成行。成为大悲行、大慈行的依据。第一个成行缘、成行因，第三个是摄行法。成行缘，说常见佛下有九个，这是回向成因行。前面出五句，前面五句是成行所依。所以第一个常见佛，常见诸佛；第二个是尽善友，亲近善知识；第三个是菩萨同会，这个三个是成行缘。所以他说有十句，前面是总说，后面，这是别说，这后面的九句就是成就前面的第一句。成就前面这个，以此善根，如是等善根回向一切智，要成就的一切智。要成就一切智之前要怎样？常见诸佛，所以要常常到莲社拜佛一下，就常见诸佛。第二个亲近善知识，各位菩萨都亲近善知识。第三，第四个是常与无量诸菩萨会。第二个成行因，说次一句成行因是念萨婆若，是要什么上所向，就是前面第一句要所求的一切智，念萨婆若心无善乱，要成就一切智，要心不善乱。我们之前说善乱包括很广，不是说你要心止于一境，那个才是不善乱，做正当、做正确的事也是不善乱。第三个是摄行法，说次一句摄行法是于佛心处受佛教法，于佛灭后护佛以法，说在佛出世的时候就受佛教，受佛的教导，佛灭后要护法，受诸佛教心护法心。心护法心，不用跟别人去争说，佛法到底是多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用在我们能力范围之下，我们去什么跟其他的人讲说佛法，那自己当然也要是要做任何事情在依着佛的佛教所说的，然后把自己做好，才能够度其他的人。好，这所成行、所成的这些所成的，就分成两个：利他行
第二个自利行，其实成就利他的时候就是自利的满了啦。你 自利要能够成就，你才能够利他。好，第一个，他从底下四句所成行，成利他行是愿能处有一生而常，不离出世之相。所以教化成就一切众生，心常不离出世回向。出世回向是不是要你跟我一样哈，光头哈，不是这样才叫出世哈。这是什么？出世是这个出世是不杂什么你的烦恼执着，不杂这个，那所做的那当然就是可以达到前面的什么平等观，这样就是指的是什么出世。你不会再用世俗上面的那个好恶，你个人的喜欢不喜欢来做，那个就是什么，那就等于是什么出世嘛。那通常我们都是我很喜欢的，那我就对这个人好一点，不喜欢的就少看他一眼啊。喜欢吃的菜就多吃一点，不喜欢的连一个都不夹啊，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到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我的心是这样啊，这个好喜欢，这个跳过去啊，那个。这个就是，所以祖师大德在说，在我们在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对呀，日常生活当中，让人看到我以前我都不会觉得怎样，我现在看每一个真是，那这个如果说你觉得比较难去看到你自己心念的起伏啊，就可以用一个方法。我们以前在写的时候都刚开始在练的时候都写不出来啊。每一天你只要写一件事情，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然后把它写下来啊，那个你的心理的变化是怎样，然后后来你怎么样去处理它，那处理之后你以后会要怎么做，就三个步骤。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规定每一天要交啊，每一天要交，然后第前面刚开始的时候你用想都没有，不晓得我都很好啊，也没什么，都想不起来，然后到这样慢慢的去练习，那你就可以经常去看到，其实睁开眼就开始你的思绪就一大堆了。我早上睁开眼我的闹钟有两个嘛哈，第一个是一般的闹钟，第二个是手机，今天手机那个电不晓得怎么样弄到完全都没有，都黑屏了哈，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弄的，那个才那个充完电，昨天充完电，今天早上整个都黑掉了。我说，今天早上怎么没有响？那就，就开始那我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不要这么早起来就好嘛，再多睡一下子。你看你的那个心念就是在那个上面，然后后来你就要纠结到底要不要现在就起来。后来决定还是要起来，因为你现在不起来等一下你还是要起来。因为通常起来以后你在
再睡会过头啊，一定会过头。你不要说啊，我是哎，保持半睡半醒之间啊，那个一定是不是半睡半醒，那一定是睡的啊啊，下去一定是哎，就到等你张开眼睛的时候，你会吓一跳，跳起来，哎、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哈，那、啊、因为平常每天早上一起来，天还是黑的，我们呐、啊、哈，我们早上起来天还是黑的，那当还、哎、有一次我就啊，那个闹钟还第二个闹钟还没响的时候，嗯，哎，就差个五分钟嘛，我想说，哎呀，反正五分钟很短，一下子我就可以起来，就把它按掉了，就哇，睡得很安稳，然后一张开眼。五点半啊，吓醒，真的是吓醒，因为那个一张开眼，整个都是亮的哈，啊，那这时候心里就想，哇，整个都起了了去，你也来不及做早课，你也来不及什么，什么都来不及了。好。现在成这个是成利他行啊，成自利行，成自利行，它就分成三个所成行，它有那个四个嘛哈、啊。那第一个是利他，然后后面三个这是自利，自利第一个是共施行，第二个照理行，第三是满愿行。啊，第一个。供养守护一切法师，那第二个是照理行，照理行是解了诸法，就是我们对于佛法的义理要能够去深入的去了解。第三个是满愿行，修行满足一切大愿。那佛法为什么啊、佛一直要我们说要发大愿，要发大愿，为什么要发大愿？就像你有这样的愿，有这样一个愿的话，就好像是树木在生长，它会往那个什么，往那个方向去生长。如果是太阳都从这边照，你有那个愿，那就等于是什么？阳光在照射。那树木在长的话，它一定是会往那个方向去长，它绝对不会背着这个。所以它就我们有一个啊，就发。愿，那发这个愿是大，发大愿啊。那有人说发大愿做不到啊，做不到。慢慢的、啊，至少这个愿，你说，哎，我要修学佛法啊，把《华严经》整个义理弄通了，那你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去的啊，你一定会。啊，经常会去想说，哎，要把这个道理看清楚、解释清楚。那这个有一个愿，那还会怎样？你还会有一个鞭策你的力量，会有一个鞭策你的力量。那还有一个，你的外缘会减少，外缘，因为你要满你的这个愿嘛。你刚开始的时候做的，当然不可能一次就百分之百做到。那你还没做到的时候，你会慢慢的去往这个方向。那慢慢往这个方向的时候，其他的缘，外面的其他的缘，你就会去。像你说，我每一天要看这《华严经》，我要看一页，一页就好了。其实一页要看很久啊。你说我要看一页，那你
这个啊，这个我们说这个你有这样的愿嘛，那你就会去实际去做，那去做的时候你会往这个方向去嘛，哈，那这做的时候，那有其他的，哎，你要看电视的时间，你要逛街的时间，你要什么那些，你就会哪一些不重要的，你会把它什么样，把它舍掉，所以外缘会变得比较，哎，比较少了。那但是不能，我说修学佛法哈，佛法是在世间完成的，你不能说自己哈跑到高山上面，然后隐居，然后你就成就了佛道，不可能的。就像我弟弟在跟我说的，你到那个搜狗百货公司前面，坐在那个外面大树下面，你去看人来人往，那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在需要什么？你跟他去讲佛法，那才有用，他才会听进去。你自己躲起来，哎，他说你躲在你们学院，在那边说了半天，然后那些人都不会理你，这是有道理的啊。你要能够跟他们哎一样哈的想法哈，那从这当中有一些价值观给他们，那引导。所以有什么不思爱语，力行同事哈，这什么哎同事嘛哈，同事不是，所以他是我工作上的伙伴哈，同事。那有人我们在说的，有人把这样的那个理解错误，哎，我不是批评这样的哈。曾经有一个他要写小说，要写什么？他要写什么？五女九女的，然后他就下去，然后要下去没有关系，你去做，实际去看他们生活，实际去自己去亲身体验没有关系，但是最重要的能够什么？最自己的初心你要把持得住，啊，要把持得住。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样的同事的方法，要不要为了一个，然后变成把自己弄到后来就什么都不对哈。所以我们在度众生的时候，衡量自己的啊，衡量自己的能力。那如果说这些你的能力啊所不及，那我们就用我们啊当下，用当下最好的方法，然后跟人家分享，这样就好了啊。其实有时候真的是，哎，很难说完全哈，你在说什么，别人完全都相信，或者是完全都是听你的啊，这是不可能的啊。那尽心尽力是最重要。那尽心尽力就要什么？哎，要一个是自立嘛哈。就可以成就自利跟利他，自己要有东西哦，才能够跟别人去分享、去回向。那回向了以后，自己会不会减少？不会啊，因为我们看这个经文上面，你回向了以后会增加什么？增加你的什么善根。你回向了以后会增加什么？这他说积善根吗？我们刚刚说积功德嘛，积功德就是在什么？在让善根成长。这样，就你回向了以后，说我有这些东西，那我回向给他，那他一定是会。这是一个善的出去，一定会有一个善的那个力量回过来。那这个不是说我布施了那个
100块，然后回来会150块哈，不是这样的哈。那些他回来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功德嘛。我们在说做回向的时候要，要跟三世嘛哈，过现位要三世，然后还要什么用十善，那以三轮体空的方式来做。那这些之后所回来回到我们身上的，就是长养我们的什么善根，长养我们的菩提心。我突然冒出一个是地瓜，对呀、啊，你看地瓜它不是吸收那些养分吗？哈，它就慢慢的成熟。这个地瓜哈，这个刚刚冒出来了。当然了，这个比喻不是最好的哈，但是是突然这样冒出来。但是我种了地瓜，地瓜叶都还没看到地瓜，应该品种不一样啦。好，我们先上到这里，然后下一节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啊。下个礼拜才21呀、啊。然后再过来是九月二十八，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教师节了，哎，对呀、啊，已经没有教师节了。现在劳工比教师大，劳动节没有教师节了。哎，叫，哈哈哈哈哈，不是啊，他这个政策是一直在改，哎，没关系啊，我们就把它，哎，我曾经说过嘛哈，孔子时候是孔子坐着嘛，老师坐着。那现在是老师站着上课，以后是还什么？哎，学生躺着，哎，老师要跪着跟他讲课。对呀、啊，你看哈，孔子的时候是孔子坐着嘛，老师坐着嘛。那现在不是学生坐着，老师站着。以前是孔子坐着，学生站着嘛，哈。然后再过来就是老师站着，学生坐着，再过来。学生躺着，老师跪着上课。这个，那我们如果按照我们之前讲过的哈，不可以，不是不可以多管教啦，是这样的学生我们不可以舍离他。你看这样，哎，这样的也不可以舍离。哎，对呀、啊，于有恩的众生要教导，于恶众生哈，对你有什么哎？有冤的，哎，有什么的都要教，所以是真的是，哎，当一个菩萨真的是很困难，难之又难啊！哎，看，如果说像这样子被告了以后，你还敢去？哦，是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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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不过那个应该是特例啦，有就是有那几个啦。其实哈，家长跟你说，以前我们在我在学校的时候，家长跟我说，我囝安怎不要紧，你改讲不要紧，我还敢，阿未改讲的就回个啊，讲个，对呀、啊，谁敢啊哈？他是说，他也这样说，不是叫你真的去打他，哎，你试试看。尤其是现在学生，他可能是那个网络啊，或者是现在一些那个媒体哈，那个传播的那个讯息比较迅速，有时候你才说到什么，又没有说到他，那不是说跳下去吗？就从楼上，好像是讲到他，那自己心里觉得说老师在，哎，老师在念我，然后就这太多的那个，那之前不是有三个国中生相约，然后从楼上跳下来，哎，对呀，这，哎，就不晓得是那个。我们的社会是哪里有出了问题了？就是好，这个就是当为一个菩萨要做的工作，所以我在说，我都不是菩萨哈，受了菩萨戒的不是菩萨的哈，所以这样什么设律仪戒。比较好做到哈，摄善法界，啊，摄善法界，哎，所有这个只要是对有益的都要说哈，在饶益众生，就是摄律一戒，就是自己管好自己，那其他两个啊，哦，很难做到，所以在看这个时候，哎，这个我这一条我也没做到，那一条也没做到，从第一条到最后一条，然后每一条都没有做到。好，那没有关系啊。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哈，真的是就在警惕自己的，说哇，真的是没有。有时候是真的是我们的习气哈，那个啊一来，然后就那我们说。当你被训的时候，你也不能说，嗯，你看毗陵伽婆说他有习气啊，他来到阿罗汉还有习气，我不是阿罗汉，你再跟他这样顶的话，哦，那更是火冒三丈哈，被骂的会更惨。好，第二个是依前回向所得圣报，复更回向啊。回向之后所得的结果，还要再什么？再回向。其实像这样的那个说法，就是一个善的循环了。它这个分成两个：第一个叠前起行，总举所回；第二个正所回向。好，第二是一。前回向所得圣报，复更回向于当中叠前起行，这是总举所回向的菩萨摩诃萨善根回向已，作如是念，以此善根回向所得依果。那正所回向。分成四个，正所回向当中分成四个，第一个供养佛，第二个是明供养所为，第三是结供分歧，供养的界限，分歧就是这分别，第四个是变能供之心。第一个供养佛是供献佛，第二个是供舍利，
共献佛是举所供佛，第二个证明心供。好，共献佛，他初中共献佛，后共设立，举所供佛，是令我修行菩萨行时，于念念中见一切佛，令彼诸佛皆悉欢喜。好，这个要让佛欢喜，就是刚刚我们在说到的，与你的冤亲债主也要教化，你没有教化的话，佛不会什么，佛不会欢喜嘛，所以还是一样要，那可能就是要考验我们的智慧了。我们常常在说，哎，要远离就都来不及，要闪得袂赴啊，哈，还要去甲伊教化。对呀、啊，就看到。有时候会呢，像以前在读书的时候，这个老师常常找你念这个念那个，然后哦，远远看着他哦，从那个旁边走过去，不要跟他正面这样子走过来。有啊，哈、啊，那现在要修菩萨行哈、啊，不能这样。他来的时候，你就面对他，先跟他打个招呼，不管他有没有反应。这个真的是要练习啊，哎，这个是我们很自然的哈，就避开就好了哈，这个是逃避现实嘛。好，第二个是证明心供，心供分成三个，第一个总说别显，总结常供。第一个，于诸如来下证明心供，当中有三个哈。第一个是总说，如佛所应者，名乘佛境界所应之供而以供养，是遍法界等不可知，所以如佛所应供。佛说，于诸如来应供等正觉，如佛所应而已。供养。那第二个别显，别显他说以阿僧祇下别显供，他共有67句阿僧祇供具、哦、要用这么多的供具来供养。这我一个一个算真的是67个、啊、是真的啊，67个，我只好就这样啊，十个啊，它是什么？以阿僧祇宝、阿僧祇花、阿僧祇这啊，通通都是，那一直到后面啊，阿僧祇宝衣以敷其地，以如是等诸庄严具庄严无数宫殿，出过诸天，啊，所以很多可以。供养的那供养的东西不是只有一个哈，是阿僧祇。阿僧祇是哎数目字是很大无量的。那你在供养的时候，你在供佛的时候，就一盘苹果，那你怎么样让它成为阿僧祇？阿僧祇苹果。观想，一颗苹果变十颗，无量无边。除了供具无量无边以外，还有呢，到什么佛前供养，那佛是什么无量无边，这样才能够成为阿僧祇。那有无量无边的你。无量无边的自己，你在供养嘛？哈，无量无边的自己在供养，然后这重重无尽，然后以无量无边的这个
供品在供，然后供的是什么？无量无边的佛，那就是阿僧祇。我们的新生，我们新生进来，然后他们都要学初识，初识就是那个早晚课啊，那个要供佛嘛，那晚课是要那个放蒙山，那他们都要第一最简单的，他们要从什么初识开始学？那初识，昨天我就看他们一年级的班长很热心啊，那有一个同学他说，哎，他都没有初识过。我说你从出家到现在都没初识过？他说都没初识过。我说哇，你太幸运了哈。这通常初识都会刚出家的人去初识。初识，出去的出，食物的食，那就是饭，或者是稀饭，或者是面条，或者是什么，就是这些。供佛完了以后，把这些又施给其他的众生，就初食，就里面供佛完以后，你要再拿到外面，拿到那个大殿外面，那个是给孤魂野鬼的，好，那在里面的是供佛，要先供佛完以后，你再把这个供。那个班长，他的那个观点是非常正确，因为出食者他要什么？他还要打手印，我们还要打手印嘛，所以你会看到出食的人他走了，他还在那边，他到前面去，他还要还有一些手印要打。好，那个同学他就很紧张，他就说我。因为我们还要配合唱的哦，你唱到哪里，你要坐到哪里，你要走到哪里，这是都有一定的，你不能人家还没唱到，或者是人家唱完了你还在。我们曾经有一个同学很好玩哦，他就是他很紧张，然后蒙山的时候一出时，然后我们才刚刚。第三句还没唱完，他已经跑到前面了。然后我们都是唱不下去了，就看他要怎么弄。然后这个班长他就说，他就很紧张，说他的手印等一下忘记了，等一下弄错了。然后班长就跟他说：“你手印打错了，不要。”就不要紧张，你就继续再打，就是因为那个打手印要三次嘛，然后你第一次打错了，第一次打错通常就开始紧张了哈。那第一次打错了没有关系啊，第二次你再，那第三次再打错就没有关系，因为你不能说拼重来，没有重来这回事啊，就是这样一直下去了。因为辨识真言不可能你再重来嘛，他就是一直下去。那班长就跟他说：“错了没有关系啊，你就是最重要就是你要观想这些食物，你要观想，你把你的观想做好，比你在那边注意你的手印那还好。哎，那就是观想哈，就连初食也是一样要做。”那个观想，那他又说啊，观想什么？我就说，观想你喜欢吃什么，你就是。哎，对呀，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们就是啊，观想什么都观想不出来。说你最喜欢吃什么，你就观想它哦，遍满虚空。然后他哦，很好，然后很好玩。然后是没错哈，其他的在事项上面的那个道还其次哈，观想那个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次是那个香灯人员，我们在净瓶它是有，
放的时候是一个嘛，那要出食的时候是被把它打开来是两个，那另外一个是要装的是什么？是供水。那另外一个是要装米，米要七粒饱满的米。好，我就曾经出食的时候去，然后出食我们就是要里面我们在里面写字嘛哈，然后像里面里面空空的都没有东西，七粒米都没有哈。后来要补啦，就出食者要补这个过程，然后那一天我就跟香灯说，我说糟糕了，你晚上你会被追了，你没有把人家那个米放进去了，是还好啦，不会啊，因为出食如果是发现有什么，你就再把它整个结束以后。整个网课结束以后，你再重新补那个，再把它补好就好了。那我在说它是观想，其他的，所以我们在说四相上面的那个它其次，那观想就是根本最重要。所以它为什么说阿僧祇，所有的东西都是。阿僧祇，这个是算不完的哈，那没办法算的。那没办法算的，要怎么用那个供养啊？而且他还这边整个算下来，他有67句哈，67样。那我们在拜佛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就是。你在拜佛的时候你要观想，不是只有你现在对着这个佛在拜而已，你要你到无量无边遍法界的佛前，所以佛就无量无边的，那你自己也是什么，也是无量无边，那共三世无量无边的佛，那这样你的供养就是什么，你的礼佛就是刚刚的数字阿僧祇，这个都要观想，靠观想。那刚开始在说怎么观想，你都想不起来，你就用想的，刚开始用想的，到最后你就会很自然而然的，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就可以，就像这样阿僧祇的东西，然后阿僧祇供养供佛，然后供具，这些通通都是，那这样的功德就会，就量就多嘛，那也是华严在说的，重重无尽，无量无边。好，底下证明心供总说，说如来所应供的哈。第二个别显，说阿僧祇下别显供具，那总结常供，说以如是等上妙下，这是经文总结常供。以如是等上妙供养于无量无数不可说不可说且调伏诸根尽心供养一切如来，心供。好，再过来，这是供现佛，然后还有供舍利。所以第二个，此诸最胜相名共设立，说此诸波涅盘胜波涅盘后供养设立。如果虔诚的
共舍利，舍利还会再生哦，舍利会生小舍利，那就会是真的啊，会生，但是不要天天去看，你很诚心的供它，它会会有小颗的冒出来，是真的，嗨，就。对呀、啊，嗨，也会不见，哎，不见的时候就表示什么？真的、哦，哎，是会有时候会不见。那小颗会长大吗？小颗会长大啊，会啊，会长大。那舍利不只是白色，有很多种颜色哈，七彩的颜色的。图片可以啊，但是图片不会生啦、啊、不会生小舍利，要实际的那个舍利它 会生小舍利，那要很诚心去供，那里面放的是那个红花藏红，但是不要放很多啦，在那个底下，第二个是供养所为，供养所为分成三个，第一个为了利益众生，第二个为众佛得，第三为自心与佛信乐自重，为了利益众生，欲令下名供所为，它有三个，第一个为益众生，是故供佛，于中有三句，第一个令众生见此殊胜供养，欢喜爱乐，生长善根，所以称为摄取，非菩萨摄众生善，他说不是菩萨去摄众生善，是这个供养，然后让众生欢喜爱乐，就生长善根，所以称为摄取，所以令欲令一切众生皆悉欢喜，摄取一切众生善根，他是在解释这个哈，不是说你供了以后，那你把众生的善根拿着变成自己的哈，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说让他欢喜，啊，生欢喜，然后他生欢喜就长养善根嘛，啊，那这个是叫做摄取哈。在供佛的时候，供佛的时候是用我们最好那最虔诚的心供养，所以这就会我们在像我们在法会的时候，那就菩萨们他们就会写供佛还有供养那个什么，哎，供水果，他是去写供水果的功德，那这个他看到水果排在那个供桌上面，他看了他会说哇，这次的水果很漂亮，是啊，每次我们都是供四种嘛，然后每一个佛前都会供，那我们常常跟我们的学生讲啊，说你们在人家排水果的时候要把它排好，哎，不是不是说哎水果上去就好啊，你很用心的把它排好，然后把它摆好，这是什么？这是就是像这样在什么供，你在供佛也是在摄受众生啊，啊，然后让众生长养什么善根嘛。
啊，所以这个也是一项。那有些他就会怎样，因为摆这个哈、啊，要花比较多的时间。最好摆的就是什么凤梨啊，一颗放上去。对呀、啊，然后有时候凤梨的那个底部它比较不平的话，我们会用什么胶带？用完了胶带不是有一个圈圈木那个，哎，让它成为它的底座，它会跟那个盘子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间嘛，然后就放在上面，它就会站得很稳了。然后西瓜哈，一颗也是很好放啊哈，不好放的是什么？莲雾啊，他们要排半天啊，还有什么？还有那个什么？哎，百香果啊，它是哎排不好，它就滚下来哈，啊，滚到地上，这个就不能再用了，滚到地上的那就放到旁边另外。那他们就有时候就把它排什么呀？排在那个盘子上面，就排这样啊，好渺小哦，这样，然后上面几颗这样，你会看着，你会看着觉得哇，怎么你要供佛啊？这样你会感觉，那供苹果哈、啊，像我排的话，我都会大概排三层啊，对，哎，外面一层，然后三个。他们不是，他们就是底下一层，然后上面一颗，你就会看到呵呵底下。我是个人的，个人的审美观点不一样，我就是喜欢把它排的这样，因为不只是我们看了欢喜，别人看了也会欢喜。那个什么排香蕉。我就常常跟他们说，你们香蕉不要买那个已经熟的、啊、你要摆那个绿的、啊、因为熟的、啊、我说你看熟的摆上去，尤其是夏天，我说打一下木鱼它掉一根。是还不至于这样子啊，但是它真的是会掉，因为太热了嘛、啊、尤其夏天的那个水果那个香蕉它很容易就熟了，而且法会要摆在上面摆一天，那不熟那才奇怪哈。就是说那打木鱼不能太用力，太用力就掉一根，一只香下来上面的那个香蕉掉光光哈。虽然是有比较夸张一点啊，好，这是供，所以他是第二个是令一善离苦发菩提心，令一切众生离无量苦发菩提心。很多人都会说佛法一直在说人生啊，众生是苦的啊，有这个苦不是我们在说的他生活很辛苦啦哈，什么是什么哎，变幻变迁不定的这些一些事情，变迁不定，所有的哈，不管是什么都是一直在变化当中，那个是、哦、那个是 有一次我住院了，那个同学，我的同学不是现在学院的同学，我的同学去看我，他是基督教，他就说你不要信佛了，以前我还没出家了、哦、你不要信佛了，那信佛都一天到晚说很苦，你看你现在就是很苦哈，告诉你、啊，他说我在医院躺在那里当然很苦啊，啊那是生苦嘛，他就说，哎，叫我要跟他一样，要学，要去读圣经啊，要学，啊，那我说哦，好吧，
我不能跟他去辩说到底是怎么。他真的就跟我说，你看你们佛法一天到晚都说苦苦，哦，那真的很苦了哈。他就说这样，我在医院里边，所以我们要去跟人家去把这个苦解释清楚哈，这个苦啊，苦有什么八苦嘛哈？你看，最让他们可以最能够什么？最能够感受爱别离苦，你看，就光是他儿子要去读个大学，他就哦，不，他就在那边难过的要命，他都没有离开过，然后他出去也不晓得会怎样啊，结果是出去他还是一样活得好好的嘛哈，就是自己先担心了。好，依善哈，依善离苦，这用法佛法来让别人啊生善，然后离苦。第三个，依菩提心起行自言，超出四表啊，说令一切众生以大庄严而自庄严。无量庄严超出一切众生境界。好，这是用什么？用佛法来庄严自己。好，不是把佛法涂在脸上。有些人 他佛法，把佛法当成什么？当成一种这个，他跟人家炫耀的这些有啊哈，有些 有人这样，我是佛弟子哎，然后结果他的行为都不是佛弟子的行为哈。然后要怎么样啊？要怎么样能够这个依菩提心啊？他这个很重要哦。他说起行哦。你有菩提心，你要什么发菩提心，要去做啊，要去做啊，要去做到，做到了以后，这些自然而然的会庄严。所以学佛久的啊，你可以一看，你可以感受他，他就是一个学佛者啊，学佛的人。但是他要什么呀？他要，要去做到了，他要去做到。所以学佛要学到越来越庄严，越来越漂亮啊！不是差密斯佛陀漂亮，哎，是哎，差什么？哎，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什么法水？哎，这就会漂亮哈，就庄严。那这个庄严是什么？是让人家感受到你有那种什么？你有那种，慈悲心，你会有那种去关怀人家的那个，所展现出来，那个展现出来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文字形容啊，只有别人可以感受到，就人家看到的时候，这可以感受得到。好，所以你看每一个菩萨们都是很庄严，我们要以什么要起行自言，就可以超出一切众生境界。其实是可以看出来的，不是说你把衣服穿得这样啊，很朴素啊，很怎样？不是哈，就是你穿的，你要去参加什么宴会，你也不可能穿像现在这样子吧，哈，你有穿的很正式的衣服的时候，你走出来，或者是你一出现，人家还是一样，那个气质不一样，
气质啦，哈，无同款哈，就嘿。所以有些那个什么那个老和尚，你会很想要去请法，很想要去听他讲话，这是什么？就是他所展现出来的，这是他所展现出来。他不是要故意啊炫耀，你看我老和尚呵呵多有能耐，多什么哈？不是这样，就是他自然而然的。那这个就是要我们要做到，那就比如说他要行嘛，他要修行，不是他会很会帮你超度啦什么？不是哈，你那个感金忏的，你一看你也知道哦，感金忏的，你看你也知道。感情忏不是不好啦，哈，是，哎，有时候如果是太重于，哎，太重于某一方，自然而然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有24小时，一天只有24小时，你有多少时间在这个上面？相对的，另外一边，它的时间就是减少。那这世界上这些都是很公平的，不会给你24小时，那给我就13个小时，不会这样子嘛？是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但是当你在做的时候，你在支配这些的时候，就是会有差别，就是这样。好，第二个是众佛德，好，示现下有两句，为众佛德受是故心奉。第一个是佛悉喻。佛很难得，示现佛法难可值遇，所以现在我们听闻佛法，会感到很高兴。第二个，为满佛供力，于佛心持大圣供养，显如来威力圆满。说满足阿僧祇诸如来力，这是佛的威德。第三是清净下有两句，为自心于佛信乐自重，是故心供。第一个信众佛德，第二个是为爱护佛法，所以心持圣供，令人敬重于佛。第一个是清净信心，供养导师。导师指的是佛，所以有些那个老和尚他喜欢人家称他为导师，应顺导师啊，最有名的哈，我们常常说应顺导师，我们很少说应顺老和尚、应顺法师哈，哎，就比较少这样说应顺导师。第二个是为护佛法，所以心持供，令人敬重于佛，受持守护一切佛法。佛法要靠大家一起来弘扬。第三个，结供分如是下结供，不指的是不穷尽。就是如是供养现在诸佛以及波涅槃后供养舍利于无量阿僧祇劫，说供养具不可穷尽，就无论是何时何地都可以供养。好，第四个是遍能供之心，遍能供之心是诸佛下遍能供之心。有十句，第一个出即不退，不能退转哈。
不退转，于诸佛成就无量功德，教化度脱一切众生，我常供养彼诸如来，心不退转。不要今天供佛，明天不供哈。那其实供佛也不一定要每天都是水果哈，你用你所做的，或者是你今天所修的一切善法，都可以供养诸佛。佛供佛是要令佛欢喜嘛。第二个，终无终极无休，无有休息。第三个，终未成懈，未曾懈怠。第四，三时喜悦无间，您不患忧恼，不怀忧恼，就是时时刻刻。第五，勤无益求名利，所供所做的善事不是为了求名求利，亦无所着。第六，亦无彼念，所以称无心想，叫无有心想。无有心想是没有所求的那个念头，不是这样东西拿起来就脑袋空空的说你要供，不是这样的无心。第七个，都无限求，所以称为无染无依止。于诸法中而无所染无所依止，就无所求。第八，于所生善根亦不生着，所以称为不畏，不昧善根，离一切着，就是不执着在那上面。第九，既不求现名利，复不畏善根，如何成行？就佛真实法印，印彼所作之业，用佛法来印可自己所做的，以实法印，印业法门。第十，心境平等，称佛境界，所以故云住佛所住。第十个，生一切法，住佛所住，要跟佛的境界是一样的，要心境平等。好，这个正回向结束。好，下面实际回向，我们下一节课，我们底下往下，我们刚刚是到第几页了？我这样一翻到六三六。这是实际回向，实际回向。说实际回向中分成始修跟中成。说始修当中又称实回向，第二以此善下名回向意向。这个称实回向跟第二个回向意向，好，称实回向第二个是加行自观，第一个它分成这三个四个总结回向，第二个是正体智正入实际，第一个是加行智观，第二个正体智，第二个后智修行观，那总结这些都要回向。
其实我们看祖师大德在分判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也是从修行的那个角度在说的，家行，然后正体就是正嘛，然后再来就是要什么厚德，就要光度众生嘛，要起用啊，后面这个厚德字这个就要起用了。前中有七句回向，第一句是名家行至观，观无生尽，无生啊，观无生尽，印能起心，名能所即灭，受持等名顺佛圣说，观无生信境界。观无生性的境界法印，印彼发心，受持如来清净回向。这跟唯识在说的，叫加行智，到最后要什么？能取所取二空，对，能取所取的境要空，所取是外面。外面的境嘛，哈，所取的境空，能取的智，能取的这个也空，才能够二空，所以他说是能起心，明能所即灭，观无生境，无生境，就外境所取的境是无嘛，原生，那能取的这个。也是能应能起心，所以能所即灭，他就在说，然后能所即灭以后才能够什么证入一切智，明正体智，证入实际，观平等法性一句，明正体智，证入实际。第二个，观察平等法性回向，第三个，明后智修行观，入无形下是后智修行观，明趋正起行，正得了一切智以后要起行，这要有作用嘛。第一个是入无形方便，出生诸行，心舍一切回向。心舍一切是入什么无形方便，是能取所取皆空的这样的心，然后去什么趋入一切，是回向，不是舍掉，不要回向，不是心把它舍一切回向，这样子啊。如果你看心舍一切回向啊，不要回向了啦，不是那样子啊，要看前面的，要看前面的啊，所以很容易，很容易误解哈，就。证得了一切智，那这一切智是什么？能所即灭嘛？他前面不是讲吗？哈，能所即尽嘛？哈，然后能所即尽之后要用，要用这是这个，所以什么心就舍离那一些的执着，那一些的尽而用，好，不是心舍一切回向哈。证得了空性以后再起用的，第二个巧随有行，就无量方便回向，要以方便来度众生，善巧方便，所以他方便他都会附上一个巧，善巧方便。
像我们刚刚在说的讨论那种那个学生，哎，一碰他就被告了啊，要不要度？要啊，啊，那就是要什么方便啊，要善巧方便来教化他。这个善巧方便很难啊，你哎，大声也不是啊，语言暴力哎，那手一拿起来啊，你有这个意向要哎要打人哎。啊，都不对啊！哈，第三啊，第三是除有离染行，是离一切有回向。这个有是有这些，哎，有这些杂染哈，就离一切，我们不是说有这些就会生在什么三有嘛，哈，三有二十五有啊什么，啊，那这个要离这些是杂染、染污的烦恼，那些要离掉这些回向，所以有时候你在看这个时候，它是反面在说，不要看啊。心舍一切回向，就不要回向。啊，第四二行无碍行，安住离相方便，修习法门善根回向。最后总结回向，所有都要回向。说第七，菩萨从初发心，修习一切诸妙善根，皆悉回向。所以我常常在念的哈，就是回向哈，愿所修善法。然后这个是什么？忏除宿世的业障，回向，再回向就是什么？哎，你的哎冤亲债主，你的祖先先开始，哎，你的历代的祖先，哎，还有父母，还有师长，然后再来是什么？累劫的冤亲债主，跟他解冤释结。那希望他们能够早生善去，早生善去修学佛法，所以这样回向起来就哇好多，哎，就然后你如果是把它背下来，每天这样念念念一念是很快的哈，就不会哎。那我们当然都是以善法回向，你不会说我今天做了坏事回向啊，不会嘛。你还没回向你就会先被揍了。好，再过来是回向意向，回向那有哪一些的利益，以此上根下名意相，它有八句，它有四对。他说初句厌有心坚，故不可坏。以此上根于生死中而不可坏，又厌离什么生死，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什么有啊，生死就是他这边是厌有，有这个有，这个有三有嘛，哎，他就三有就是在生死中轮回啊，啊，所以他说厌有心坚啊，心意非常的坚固，
坚定，所以称为不可坏。佛法哈，我们那个上个礼拜天是拜水忏啊，上个礼拜天拜水忏，那结束还没结束的时候，快要结束了，那个那后面晚课的前面那个休息的时间，就一个做佛事的菩萨来跟我说，哇，今天拜忏我很喜欢。每一条我都做错，我说你看到你自己，然后看到自己没有把它做好，就说，那这是指引我们要修正的地方嘛。他说啊，我应该好好的学哈。然后后面他说，但是里面很多佛学的专有名词我都看不懂。对呀，这那是很多佛学会让人家是。却步就是有很多像，那说有，那你如果不知道，它指的就是三有，那啊三有就是生死轮回嘛哈，那你会有没有看到有，啊有又怎样哈，啊没有又要怎样哈，就会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第一次拿起来看看不懂，第二次试着再看啊，第三次。还看不懂，第四次也就懒得拿了嘛，哈，所以会有这样的。那我是跟他说，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学啦，哈，那看，如果有时间的话，抽空哈，可以学啦，哈，真的是要花时间。第二个，求果心测，故云不退。求果心测，就他说不退转嘛，求一切智，正得空性，这个一切智，求一切智，心不退转。说智，第三智行不乱，说处一切有，即定不乱。第四个他化不着，所度脱一切众生，不着生死。第五是自行广大，得无碍智门，修菩萨行。得无碍智门，菩萨行它是广大嘛。化行坚固是第六个，化行坚固。而彼善根不可穷尽，世间诸法所不能坏。第七，因行缘尽，说具足清净诸波罗蜜。波罗蜜修十度是为了要证得什么？要求得佛果，所以这些是因嘛，哈。因要什么？要圆满，也要清净，就修十度。那第八，果得穷满，故云究竟，说究竟一切智力。那这些都满了圆满了以后，所得的佛果，那当然就是究竟的。他说这个有四对，那就是两个两个一对，所以他说八句四对嘛，所以一二相对，三四相对，这是获得的利益，所以回向意向，这是刚是始修，再过来中成。中成它是叠前起后，还是在前面的再说一下哈。这是第二中成行中叠前起后，观察平等下正显入法之行。这当中第一个先明无碍行，后如是菩萨下明摄行回向。所以
色形回向叠前起后，所前中十句，所平等观察平等下，观察平等下，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它当中就有两个，所以在这边两个名无碍行跟色行回向。那第一个叠前起后，叠前起后它是小字啊，哎，小字金柱云以上叠前起后，想任正显入法之行。贪玄记没有特别的一个解释。说菩萨摩诃萨如是舍离痴暗，成菩提心，普照一切，长白净法，善根回向，具足众行，清净直心。这个是叠前面的。第二，正显入法之行。正显入法之行它有分成两个，名无碍行跟色行回向。无碍行是解法自身跟起无碍行。解法自身又分为总说、别说、总观跟别显。总观和前中就这两个当中，前面总观诸法理事无碍，故云平等等理之事，穷彻圣缘，所以称为深入等事之理。理事哈，等理之事，依理而成的事，依理而成的事，穷彻圣缘嘛，等理之事，那等事之理，事有理成，尽知事迹，所以称为深，双融无际，自解穷底。所以称为深入，你把它记着两句话就好了。事依理成，事依着理，会成就，就成有事相上面，呈现事相它要依着理，然后理由事显，其实它是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哈。你看到事相上面的，你就知道这是空性的，一切缘起的。所以这边观察平等，深入诸法。他说为什么叫深入哈？第一个，哈，就是等理之事，然后。第二个是等事之理，看到事相上面就要知道它的理，那知道它的理，这就是深入嘛，哈。那这个理，说等事之理，这事相你看到的这个理，跟事相啊，它所显现的有理所显现的这个相上面，它也是一样是。非常深奥的，然后别显，它就有九句别显。第一个名业无体，说如知业如幻；第二个是报战仇因。业报如电，业是报嘛，哈，报。第三，诸行无主，所以诸行如化。第四，缘生无主，
因缘生法如想。第五，正行是有，就菩萨行如影。第六，无着法眼生者，是是菩萨行如影所由，是是如是眼瞳所现影像。今此意耳，依法眼现。他说就无着法眼之所出生，其实我们看到的东西不是它实际上面，是我们什么，它投射在我们的视网膜上面的影像。第七，既由无作法眼之所作，所以其性恒极。说无作所作，其性极灭。第八，会有为同无为，所以称为入。入有为无为。第九，双融无二，所以解如实性。所以这是《涅槃经》里边说的，名与无名，愚者为二，智者了达其性不二，不二之性即是实性。就名跟无名，无名是无名是名，还没有名，还没有名，就无名，无名的话就是名里边还有杂质，所以称为无名。那名就是无名已经没有杂质了。对呀、啊，他在说不二而二，就是在说这样子。你说名跟无名是相等吗？不同。但是因为他是名，是因为无名去掉了烦恼杂染，好，平等无二，所以它就是明。好，第九，于一切法了达无二，解如实性。佛法的用词就是这样的哈。啊，就会让人家啊看半天，这样绕来绕去绕半天，讲的都是同一个啊，绕了半天。第二个是起无碍行，说底下起无碍行有四句。第一个是名理事无碍行，事理跟理跟事，它是都是一体的哈。说有解前不二法故，分别形象而不着相。就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相，知道它是原生无性。看到它是原生无性，那这个相有没有？有，这个相有，但是它的性是什么？无。哦，那到底是有还是无？就就你就会落在这边，那你就是要很清楚的去，分辨这些，就是你的逻辑思考要跟我们的祖师大德的逻辑思考要是一样的哈。啊，逻辑学里边的哈，啊，你也要这，啊，其实哈，就听久了，你就应该是知道的了。所以他说不二嘛哈，说分别菩萨一切形象，不着诸相，就你知道有这些哈，但是他们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第二，二利无碍行，是指的是同事利他，不
不舍白净为自利，就善之方便入同事业，不舍一切白净善法。第三，障碍失离，所以结无碍，结无碍着，离一切障，无碍无着，没有这些障碍了，没有这些烦恼杂染，那当然就是无碍啊，那也不会执着了。第四，有解行深故，诸佛护念，外缘胜远愚痴，内行增。就常为诸佛之所护念，远离愚痴。诸佛护念，佛是外，然后里面他内行增，内是自己什么远离愚痴，自己没有在这些愚烦恼，没有在有这些无明，所以这个他说内行增，所以是内外嘛，哈，佛是外，不是自己，所以诸佛护念，然后是诸佛护念是什么？是因为远离愚痴，那无碍无着就会离一切障。他是这样哈，虽然他是两句啊，它有相互的关系。好，再过来色行回向，色行回向有三个，第一个不坏事而明见理，第二个不爱理而巧现事，第三疗法回向，不坏事而明见理，说自下第二色行成回有二，第一个出则不坏事而明见理，以事即理不带坏，事即理。说如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善根，出生善法，不坏业报，明见真实。第二个善解下不爱理而巧现事，以不带坏之事不爱存故，所以称为无爱，方于法性而到彼岸。所以善解回向以方便利出生业报，就近法性到于彼岸。疗法回向，第三疗法回向是了，是如理之回，以向佛地大智，令诸于善根皆称皆称理行，所以称为心净。是故此回终日回而无回，终日回向哈，天每无时无刻不在回向，但什么而无所回向，哎，这回向的最高境界哈，所以行无所行，所以了达诸法回向大智，诸业善根其心清净，行无所行。我们常常说清净，清净就是这样，然后我们每天就是不清净，就烦恼很多哈。好，这个是啊，再过来就回向意向，回向意向就有四个，第一个为度众生意，第二
第二个是成菩提意，第三结实际意，第四总结回向成屈果之意。第一个第三大段名回向意，有四个，为了度众生，那会获得了功德，就是利益。第一个出令增佛种灭诸业苦，增佛种灭业苦，后一切众生相令成果智灭诸烦恼。菩萨摩诃萨如是善根回向，欲度脱一切众生，佛种不断，灭诸恶业业报。那后面一切众生相，回向一切众生得无量智，成一切智，离世境界，灭诸烦恼。这个是度众生意。第二个成菩提意，究竟下成菩提意。第一个是度众生意，它分为两个，第二个是叫究竟下是成菩提意，说究竟清净，成就智慧，入身方便，舍生死苦，成就诸佛无量善根，摧伏魔业，结实际意，得平等下结实际意，回向不坏回向，能够获得平等法印，以印诸业，随顺萨婆若，无上菩提。第四是总结回向成屈果之意，摩诃萨下总结回向成屈果之意，就说上面就别事已经结束了。菩萨摩诃萨行如是善根回向，善根明净，普照一切，具足成就萨婆若圣，就是把这些回向屈回向到趋向佛果。好，再来一次结，它不是有标示结吗？那这每一品，每一个都是一样，每一个回向都一样。这佛子下第三结名，就到前面就是这个不坏回向的这个位次。佛子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不坏回向，他的位果，第一个是救度一切众生，离众生相回向，他没有讲这个位果，这里他就有讲，就别显跟总结。别显第一个是见佛意，得法意，跟成行意。第一个是摩诃萨下名未果，于中有十句别显，后一句总结。第一个是见佛意，说菩萨摩诃萨安住此回向，得见无量阿僧祇佛。第二个是得法意，得法意，第二个是悉得无量清净妙法，成行意，它就分成这几个五个。第一个是利物心成，第二个自利解成，第三成自正觉世间智，第四个成弃世间智，第五个成众生世间智。华严经说的三世间，自正觉世间、弃世间跟众生世间，就成就这三种智。第一个是利物心成，
底下有八句是诚心意哈。他说：“普于众生得平等心，是第一个；第二个，舍痴入法，自力解成；舍离愚痴，入一切法。这两个，他说从这边，这安住这里，一直到这个，上来自分行。”这个是自分行，到这边自分行成，从菩萨摩诃萨安住此法，然后悉得清净妙法，一直到 这四个。好，第五就成自证觉世间，自证觉世间就是佛，所以这个是圣境。底下明圣境，得诸如来明破邪行力，所得之如来自在神力，降伏众魔，灭诸魔业。第六是具足生贵，这明正行本是出世间心是生贵，又从佛正法生，所以说生贵哈。到出世间，所以是生贵；由佛法出生，所以生贵。哈，具足生贵菩提之心。第七，得无碍智，明大智内发。得无碍智，不由他物。第八，于一切法自起造时。说于一切法见真实义。这个从五六七八这四个是自证觉世间智，在气世间于一切刹，就是气世间智。第九，于一切佛刹悉能受持分别其相，佛刹是气世间，再来众生世间。智慧具足下成众生世间智，说智慧具足普照众生，那这个是圣境行。所以前面是智行，后面是圣境行。圣境行就是成了三世间智，智正觉世间、气世间跟众生世间。好，第二个总结，他说下一句总结可知，说菩萨摩诃萨以此不坏回向力摄取一切善根回向。再过来就是寄诵，我们看哈，诵前面所回的形体，就前面有哈所回的形体。在解释这里所回心体正变跟回向意向，佛很厉害啊！他讲到后面前面他还记得，我们是讲到后面前面忘记了。诵前所行回体，那这是有两个，他说有25颂分这四个哈，前面2颂是诵这个，那诵前回向众生及菩提，那回向众生以及菩提，他又分为这几个，诵前因回向得圣报，供养诸佛有啊哈，刚刚已经讲过哈，第二个。诵前供佛所为为益众生，第三个是诵前供佛设立，第四诵前供佛回向行，那这个配
寄送我们就不再说了。对，送钱回向实际，那回向实际观理随缘行啊。第二个推缘入实行，第三是双融无碍行跟结成结行成相。那第四送钱结回向意啊，结回向意啊，就这结回向意有六个寄送。那第一个是念诸佛，如佛所得，我亦当得。哦，你看这很好哈，佛所得的，我也会得到，叫做念佛啊。十地论，十地经论里边这样说。第二个是下救众生，这样守护正法，除有离浊，设法离生啊，得缘一切，说各一个寄送。好，这个是第二不坏回向。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不坏回向。